你发的东西，测试暗恋的那些小行为，敢不敢测一下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来。行为一，他会一直偷偷关注。小心！呀，一个大男人，你不帮人家拿东西，在这当导盲犬啊？看什么看？导盲狗狗。好。行为二，会害羞。喜欢吗？很喜欢。借你拿回去穿两天。行为三，你们20年的感情，千万不要因为我吵架。我从小没谈过恋爱，这方面呢，没有哥哥有经验。幸好我遇到了千里，他会包容我。最近累坏了吧？喝杯茶吧。千灵不爱喝茶。我喜恶不大。你不会已经喜欢上袁千灵了吧？你先是用领导的身份骗我加回你微信，现在又用小狗骗我回来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三番两次的骗我。怎么会瞎了眼？曾经喜欢过这样的人，人家一心只有利益和前途。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有些事情就算没有明说，但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不堪吗？你一个人跑了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那么过分啊？你明明就知道我那么喜欢袁千灵。你先听我说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对不起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我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就不能小心一点吗？啊！我是你男朋友啊，送给你，给小燕子做个伴，生年大吉。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？你说，你今天能骗我感情，明天还想骗什么？人格分裂吗？他明明就不喜欢我，还要拼命往让步，他就不愿意温柔一点拒绝我吗？喂，你给我出来！孽缘、孽债、孽账。我想跟你道歉。滚！在公司我们就是普通同事，下班了之后我们就当对方死了。我帮你。不用。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朱贤，你这个大坏蛋！啥都遇到不大了，休锁！哎呀，你别吵了，我这个锁还要检查呀。你也不必如此吧。原来他是这一套啊。顾寻的睫毛也太长了吧。啊，我这个锁是把你修好了，钱我就不收了。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。摸鱼时间到，花草来一把。来来来，我今天见了我暗恋的男神，我们见过那么多次面，他居然说不认识我，你说我是不是跟失恋很像？教你个办法。你看过偶像剧吗？嗯。男主一般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这种。无语，一枪还爆不了你的头。那就按照你的反面来。说白了就是要温柔。我今天要用小白花战术拿下他。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你是在练瑜伽吗？
自从知道他有暗恋对象之后，你明显不爽啊。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会喜欢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生吗？人呢？哎呦，校草达人上线了。你暗恋那个人知道你在游戏里这么虎吗？听你的药妆女人味，结果他连反应都没有。你竟然想办法去跟暗恋对象聊天，那你咋想的？你连小麻花本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陷进去了。不是你真去告白了？你们去东宁大学滨江校区找一个叫顾寻的人给我砍死他。顾寻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千灵，我一直想找一个特别的机会告诉你，以前的校草喜欢你，现在的顾寻也喜欢你，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。我也是。